求有再求好，轩轩跟他教育那你有多好啦，先求好再求有，先求有再求好。轩轩你要去查哪一个？小珍姐你这一次真的要帮我做主了，真的，你之前都没有帮他做过主。这一次真的要帮我了。哈少远他很喜欢去吃越南餐厅，这我都 OK， 就是吃个佛可能两三百，再加个饮料，对，春卷能够贵到怎么样？木瓜那个木瓜丝，怎么切木瓜丝？对，六七百，五六百，六七百，差不多，顶多就这样子。但是我有一次在他的口袋找到一间越南餐厅的收据。光餐费就8860，越南是吃什么？越南需要吃这样子啊？是吃到嫩妹吧？越南特别的，我知道了，太快了，越南小吃店嘛，我很常听白云哥讲啊。哎，你说，哎，妹子啊，妹子啊，对，鸳鸯奶茶是什么代号？鸳鸯啊，董鸳鸯啊，鸳鸯，鸳鸯，你在越南店讲什么广东话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因为其实现在他们这种店都算是一个复合式经营。哦，对，复合式。你们怎么同时讲一样的话？没有没有，复合式啊，对对对。没有没有，有洗澡吗？有洗澡吗？他们什么样的食物？你好，我是阿渊，我是阿丫。你不是我的菜，换一个。阿渊，不是。哦，北越老茶你也不放过啊？哇，你喝太多东西了吧？还有一个什么双鱼，什么双飞鱼什么的，双飞鱼是什么代号啊？哎，我觉得你点的菜真的很诡异。怎么说？柠檬辣椒鱼、青木瓜双鲜鱼汤、酱爆双飞鱼椰干，你到底多爱吃鱼啊？对，你们说对了。都是鱼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有一次，我不是有一个朋友也在当那个制作人 ，Ho Chu 有没有？对，讲出来啊，讲出 OK 了 ，OK。还有一次，那我们就约了要去吃饭，他那天刚好跟我讲，他想去吃一鱼三吃，在济南路那边，这也是一个暗号吗？没有，一鱼三吃你。没有啊，在济南路那边大家应该知道吧？一鱼三吃很累，对，一鱼三吃真的很累，辛苦哎。年轻应该知道，对对对，越南阿姨嘛，我们都有软柿啊，好玩。然后刚说好玩，最好吃讲座，对，然后刚好。没开那个一鱼三吃，现在有点没落了。那我们就说怎么办呢？糟糕！然后我们就赶快打电话问他们那个，就是平常帮他们做美食节目嘛。他说：“哦，你那个刚好你那个中和，你们家在中和嘛？他们家在中和附近有一家就是复合式的，复合式。他刚好想吃鱼，然后最近你又想我，你不是一直在叫我减肥吗？那我就尽量边吃边运动，尽量少吃。这种餐厅可以运动。现在自己来减肥，就都减了。”他们现在无视一身轻啊，他们在看戏，所以你们去中和吃，所以我们在中和。可是你的这个地址是在内湖区江南街。内湖。哇，这个我打扰你了，这个根本是柯南本人吧？你的地理错误。那家店有分店，中和是分店，开总店发票，总店在内，总店在。你如果等下再不说实话，他就会把你麻醉哦。总店在中和啊，他那个。那个分店在你好好说，你好好说。分店在内湖哦，而且越南小小鸡店有什么总店跟分店？对呀，还有那家很有名，你查一下，那家查。复合式嘛，刚刚说复合式，边吃边运动，复合式，然后查没有边吃边运动，白痴啊！而且还有一夜干，对。